去不快乐。Yo, baby, baby, 不管世界有多大，把欢笑洒满每个地方。走走走，一散过次，走吧走吧，哪怕受伤又怎样？用力一点会走到天堂。好不吉利哦！什么？本庄不是在这里，有需要要人妖班长进来。对，怪他！我现在是台师一哥，台师一哥邱耀廷，你们注意啊！什么？王少伟，少伟，王少伟，王少伟，少伟，王少伟，端午节过，你把霸掌给披在头上看。对啊，干嘛戴霸掌啊？我懒得脱，吵死了。昨天才懒得，看你们花了多少钱。而且还没有赞助啊！但是台师一哥讲的算了。啊，各位注意了。哎，你干嘛拔下来？因为我也觉得很恶心，太恶心。所以，今天呢，因为我们女兵日期的播出之外呢，让大家看到很多当兵的回忆。对，还没当兵的人也体验到当兵可能有些乐趣在里面。所以今天一整天呢，我们就让你们这些天兵尝试一下当兵里面的快乐。哦，是太累了吧？对，今天要进行的任务就是天兵日记挑战赛。对，听起来就不是。所以今天要让大家这主题好不快乐呀？体力活，没有人欢呼。当然。今天的挑战赛，我们要欢迎到今天的来宾了。哎呦，不得了了，来自我们女兵日记的向敏，欢迎来啦！对对对，哎呀，龙海啦！对，不是难得来一个女生，然后又短发，对啊，对啊，还把她弄成这样，男生有够多，男生有够多了，是女生，没有，男生永远不嫌多。我们还有另外一位男生，欢迎 Junior 俊德哥。大家好，对，大家注意啦，等一下的道具卡很重要，只要你抢到，就跟权力有关系，你就可以掌握最大的权力，很重要哦。马上进行道具卡争夺赛。各位注意，今天的第一个关卡呢，要让大家体验一下国军里面最严格的部队之一——风暴兵、海龙蛙兵。另一关要进行的任务就是抢滩行动，用屁股走路的方式划桨前进，最快抵达终点的人即可获得抢滩行动。长官，长官，长官，报告长官，示范。报告示范。长官是说示范就示范了吗？是。我要示范一次，就是你让屁股拽了，我们俩划都真的穿的。很难呢。很难。就直接用脚。其实反正用脚真的辅助。就是这个意思，各位。没有第二句话，永远忠诚，好吗？好。好的。起点呢，所有人的屁股呢都在线后，等一下到终点也一样，屁股过线才能算过关。预备，用力用力，速度啊，拉动拉动，想要滑，因为看不出来你是用屁股啊，反正用屁股啊，想要不要滑嘛，想要滑啊，求用力再混啦，用力啊，是不是有够丑啦？后面朋友们根本在偷懒啊，莫名其妙。现在觉得犯规，要所有人重来一次吗？恭喜鲶鱼问人江之卡，什么功能？上车告诉你。好了，要说明一下啦，各位参军友，恭喜恭喜鲶鱼拿到台式一哥卡，台式一哥卡，两次机会。两次机会的将军卡，有没有人要在公布他的用途之前先买的？有没有？不可能，没有啦。哎，这一定很快，好用，三千，有啦，来回喽，来回喽，来回有，卖了卖了，卖了，来回就有啦。三千现在吗？现在现在，我觉得你不要起，因为我这个公正的，我告诉你，三千只能买一 r o 为什么？我觉得它的价值超过三千。对对，你干嘛？对啊。你们是有出钱的啦！你们有一创新，你们是太久没录影，好吵。对啊，哇！一哥，一哥，一哥，来来来来，感谢一哥在现场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哎，而且连听都还没听就买了，而且严格来讲，我觉得一哥买这一段很对。
因为它很适合这张卡的功能。将军卡是什么功能呢？凡是你今天只要抽到奖金的话，你都可以跟我们的将军王芒果姐进行一场象棋 PK， 只要翻出来太久了吧，翻出来的一颗象棋比他的还大，你就可以获得奖金加倍的机会。那我这里有怎么留？所以曾经月姐36000猜拳猜赢变72000，所以这张卡很适合你，所以你买是买对了。可是运气没有这么好吧？老公可以啦，强运哥哎，他是运气很强，让你落得。我以为真的要下一场象棋，想说我节目怎么空洞成这样，还要下30分钟，真的在下象棋，不能落下六七。关机还不语真君子，还不能讲话，不要开玩笑了，好吧？现在我们要前往的是猎鹰漆弹厂，这边有4个不同风格的漆弹厂。可能很多人认为说打仗是男生的事，没有，在我们猎鹰漆弹厂呢，女生也可以享受到这个枪林弹雨的感觉。所以这一关呢，就让大家来打枪了。要进行的关卡就是枪王之王，去用漆弹枪射破移动中的气球，率先弹射成功的人即可收工。我们来这么多次漆弹厂，终于要拿真的漆弹像样的了，对不对？5颗里面只要射破2颗就过关了，超级容易的。OK 啦，5颗射2颗，很简单吧？不容易啦，因为气球是动的。你怎么对自己那么没信心？因为漆弹它慢慢都会跑。吃鸡 OK 瞄准的。OK， 你有在玩？你有在玩吃鸡的？你 OK 啊？没有啦，不一样啊。你吃的是别种鸡啊？对，我吃烤鸡啊，烤鸡。各位，当然今天更重要的事情来了。我手上的 lucky 卡，第一张，噔噔，忠诚袋，这应该是好的吧？这应该是好的，没有没有忠诚袋，它里面都是放家具的，不要。而且哪有忠诚袋？对对对对对对。跟大家介绍忠诚袋有什么？讲讲一下。蚊帐、枕头、棉被、靴子、钢盔，听起来都很想要，好适合张立东哦，他刚搬家哎，谁入住啊？谁入住到这个啊？这个如果抽到，无条件送给张立东。下一张。来外岛卡，外岛，哎，出国机票，机票送机票，离岛机票，哎，也 OK 啊，离岛机票，对不对？也都很好啊。来，下一个海龙卡，什么嘞？海龙，而且海龙一定不是普通海龙，对，不然是什么？海龙王那种，有脚的，有脚的，然后还要在那边游。他应该就是穿那个红色的短内裤，他全身裸上半身，然后化成黑色。那女生怎么？那好适合你，女生就穿泳装。好，赵哥，那如果是这样，你抽到我们无条件让你化成绿色，必咬才不咬。来，下一张，海蛙。连坐法，连坐法，完蛋，对，一起扣什么嘞？对啊，对啊，而且这次可能选5个人或6个人，我来全场一起惩罚。你们真的越来越消极了哦，我们还有好卡吗？下一张，医护兵。啊，那都不行。想你们想点好的。像上一次钟哥那个，有没有推出来？然后一个看护这样子，好惨。哎，有个看护也不错啦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来，再来大家期待的现金5000块。哇，这么好，这么好。保底还有现金10000块。哦。来，各位，请抽球。好，舅哥，我先到。哇，这个新来的先抽。舅哥都会抽，新来都会 lucky ball。真的，好紧张哦。你看看，哎呦，哎呦，3号，你看，还好，3号，这个 lucky ball 是要像这样子，3号白老鼠，lucky ball 就是我，阿公，怎么说？一，投到会，4号，是 lucky。哦，2号，哎，毅哥，我觉得你这个运气很好哦，毅哥这运气很好，没有啦，投啦 ，lucky ball， 哦。蜜月整个人就不一样。马尔蒂夫的男人，马尔济斯，马哥，马哥，要用了啦，用了啦，才用，他抽到才用，抽到才还得还房贷。要买房，还买个2000多万，对，就是要买。还有1号。哎呦，立奇还说什么处女座下半年有机会加薪？你有听我是不是他说加薪长指甲？所以一哥太不吉利了嘛？有可能。9号，来一哥7张卡，加薪太开心了啊！7张卡请选。7张卡，哎呦，有机会。一哥，来，你要几张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哎呦，也是我们这个第一次，对啊，对啊，不好说，不好说，有奖金就可以凹了。你的抽到的是，举高。
健身内以仰卧的姿势前进天堂路，并脚踢钢杯让水倒入胸口的盆子中。快点，哪里都好看。好棒啊！我是说好棒啊！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放他，放他，放他，快点，放他！他给我送你内裤啊！对啦，你不要吵啦！大西大象干嘛？快啊！踢的要踢的，快！对，走走走，走走走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好痛！还有时间了，还有时间，快点，帮忙，帮忙，不要放，再帮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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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房贷11号，还要买房，还买个2000多万，对，要直接买。还有1号、5号，盛明随便的啦。唐立奇还说什么处女座下半年有机会加薪？你们听我是不是他说加薪涨支架？所以太不吉利了嘛。9号，来一哥7张卡，加薪太开心了啊！涨7张卡请选。7张卡，还有机会。一哥，一哥，来，你要几张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哎呦，也是我们这个第一次录。对啊，对啊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有奖金就可以凹了。一哥抽到了是。举高。外的，外的，外的，外倒肉。完了，完了，刚刚泼起来脸的血啊！在笑什么呢？恭喜。蜜月哥，你可以抽到外岛澎湖岛3天2夜七加九，7加9，6666，哎，澎湖啊，你这不来住我民宿哦？我们也没去过。哎，7加93天2夜，你又可以再蜜月一次，而且再早去玩。奖金卡凹下去2张啊，哎，对，对，凹2张，哎，对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去一输赢输了什么都没有，2张很酷哎，2张很酷啊，赚了2圈。这一张而已啊，压了压了，一张就2张，对呀，对呀，抓不到，对吧？赞，加码赛，来来来，这规则很简单，翻象棋嘛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洗牌，一次3战2胜，哎，3战2胜的机会，请转过去，我们大家两位，请转过去，哎呦，哎呦，机油。机油 ，OK， 好，好，我们现在先看谁先抽，猜拳，猜拳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谁先？赢的先，过姐先，马过姐，马过姐，我没钱我，没钱我，然后1、2、3一起先，1、2、3一起，好，一哥你也抽一个，我抽了，抽了，1、2、3，哇，过姐。制作人，他刚刚没钱，要怎么支架？谁叫露出微笑？然后我刚一摸，太遗憾，太尴尬了。我刚一摸那个有这一根，我以为是 G。哦，来各位，两位请回头，请问两位请回头。第二回合，你们还要把这两洗牌吗？芒果姐脸好，3战2胜，对啊，好夸张哦，赔钱货，赔钱货，赔钱货。来，那换边先抽，换一哥先抽。第二回合攻守交换，换一哥先抽。来1:0，来来来来来，1:0啊，好强哦，赔钱货不要看了，我不看。好，1、2、3。哦，我有一组，就是你们抽到一瓶最多，对吧？一瓶最多，哎，眼睛进来抽，这一把公平，因为这真的不我们长。哎，各位，各位，这一把我们要公平，两边都只能伸手，但头要回头。盲抽，盲抽，一秒就抓了，太容易。来，写好了吗？来，两边各伸手去抓。一人抓一只，这样就不用看到我。你不要先牵他的手，帮我牵芒果姐的手。不要停，不要停哦，不要看他生气。好，确定，来，3、2、1，赢了，赢了。芒果你倒了啦，芒果可以帮我拍张照吗？芒果要倒了啦。
人就会，哎，五发机会，只要移动打中移动的靶，两颗球就可以过关。来，哈哲预备，打不到了，打不到，打错，打错，对，我觉得顺畅变慢了，快，哎呦哎呦，哎呦，差一点，哎呦，有啊，哦。请就位，有气而已啦。第二棒，刚染头发的少伟哥，一箭双雕，准备，感谢少伟哥，一颗，好，哇，哎，倒了，倒了，倒了，不算，不算，没有作弊啊，倒了不算，真倒不算，对，剩一颗而已，剩一颗，乱讲，两颗吧，剩一颗啊，剩一颗啊，最后一颗，剩一颗，哎，倒了也算是成功吧，少伟哥，你只剩一颗哦。我知道了，枪如其人，帅哥只有一颗，你自己本身也只剩一颗，哎，结束了，第三棒可以过关的，那我们就没过，嗯，你不好打，修哥，修哥，别打了，很香嘛，到现在我还没听到修哥讲话过，修哥，哦，这个可以，其实这个阿俊有来哦，有，修哥就会，好了。会过的会过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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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知识门给给给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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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知识的人很好，很帅，就是我。我刚刚有一颗打到球台了，快乐。老赵其实对枪不是这么了解，对他通常都是用刀。赵哥，赵教练说你不敢射他。啊，太危险了！赵哥，你知道我对你有多尊敬？他说你罩不住啊！他知道我有个绰号叫枪王啊，好爽哦！哎，大雄，你枪王哥，张一中，张一中，你去死！我跟你讲，按道理就真的死了。我现在五八打在你身上，也不打他。你的枪口好危险哦。好，下一位手枪王赵正平。枪王老赵，预备。自称是枪王，打枪王，被打枪的。手枪王，打枪王。哎呦哎呦，你看，我看你是打到那个球，他没有破。你是不是有躁郁症？干嘛啦？躁郁症。我然后给他打到这个，哎，打到下球。对啊。丰田，预备。丰田，你连枪都不会拿哦。丰田在干嘛？丰田，你等他累的时候。丰田打过很多决斗。丰田打过很多决斗。丰田，吃鸡吃鸡，最后一颗。丰田，你还没有赚到钱呢。快点呢，快点呢，是吧？是一颗啦。下一棒就红哥受不了了，每个人都买一颗。秀明，看这边吗？秀明，秀明，秀明，不能教我。秀明，你不要找回去。秀明，你在心里。哎，那还没开。天兵的天兵啊！你胜一发了，是不是？秀明，第三，秀明，秀明，你不行，秀明，不要走啊！等一下，哎，不要这样，秀明，白痴啊，白痴啊，还有子弹嘞，好可怕！哎，车不要离我们太近，到我车开过来，哎，为什么他的车开到这么近啊？有点道理啊！你干脆开到我们这里来，对啊，我被登记啊，下一关位，豆哥预备。哎 ，easy， 一，哎，豆哥看起来很稳，这算吗？不行不行，射掉了，射射断了，你打你打掉打掉打打，不行，哎，还有一个，哎呦，那个不算，几个不算不算，哎，你这个不算不算，射掉了吧，他要的是一分，哎，我刚才车子倒了也不算，对呀，我这哎，车子要的射断呢，不算不算的，不行啊，你问自己要移动的。我们问一下大家，大家说你算不算？不算，不算，这倒是。那剪掉，当兵要服从。对，你问将军，你问将军，绝对服从。是啊，是啊，那播我快，可以播可以吧？播，好，那第一次预备，第二次啊。没有没有，不挖了，不挖了，哎呦，不挖了，不挖了，不挖了，好厉害。下一棒请就位，我不靠，他要跑去屏东拍戏了。来，鲶鱼哥第一次就位，没有，没有，很努力了，很努力了，很努力了，没有，
至少一颗吧。哎、欸，你是有眼动女兵哎、欸。好了，没有了。失败，开心了吗？那您失败，下一棒就位，爽了吧？九号一哥，哎，你要有点难的，你趴在地上，趴在地上，你们都不标准，哎，你们都不标准，你早点回去啊！你三级没来了，你就早点回去嘛。先预备，拉保险，预备。等一下。现在不准笑，现实内需站哨且不能笑场，预备。抓住他手。他没有笑，他没有笑，他是最低，还没有笑，没笑。五十步，五十秒。九号一哥，哎，你要有点难的，你趴在地上，趴在地上，举手，你们都不标准，哎、欸，你们都不标准，你早点回去啊！你三级没来了，你就早点回去嘛。先预备，这有可能三级，拉保险，预备。等一下，看吧，很难移动吧？其实移动是目标最大的。走吧，慢差，慢差，转过去一点啊！你看，又耍了。水啦，车走开啦，车子不要开过来了，白痴啊！小花皮肉没关系啊。哎呦，没了，没子弹，没了啦，没了啦，没了啦！哦，下一道就位，大鹏的白痴啊！花姐预备。哇，认真！哇哇，靠近你了，靠近你了！你到底有没有子弹了？怎么都不没感觉。没了啦，没了啦，红包蛋，下一道就位，哇，棒哦，红包蛋，让你看看，张力都就位，跟你讲，单手射就可以，预备，不行，张力都本人怎样？好丑啊，胖丑，胖子啊，又胖又丑，瞎，这边好白哦，哎呦，还瞎眼还射到，瞎透了，他讲的是瞎眼，哎，里面还有一颗啦，没有啦。没了啦，下一棒就位。一般这十年怒火射出来。马力，预备。马力是有，你就看着大的胸部射出来，哎呦，没有。马力把他带到大胸。哦哦哦，靠近了，太近了，太近了吧？太近了，太近了，羞辱我，真羞辱我吧？没错，弄破，弄破，弄破。没错，这一关所有人的挑战失败，所有人请回游览车。啊，那还安呢？没事的，怎么会射？果然我们车上还是没有一个枪神呐、啊。现在我们要前往的是双连坡碉堡公园，那边早期呢是停放战车的地方啦。那现在就保有以前的那种老战车跟炮台啊，变成一个风景区。哦，老炮儿。对，那以前每年的新闻大家都会看到蛙人呐、啊，然后家人在旁边看，然后蛙人在天堂路。看不到，哎，这一关就要让大家好好的去天堂走一遭啊！这是什么关卡？第二关那里耶！魔鬼天堂路，剑池内以仰卧的姿势前进天堂路，并脚踢刚被让水倒入胸口的盆子中，瞬间达到指定刻度的人即可成功。已经躺在天堂路，然后脚这样子啦。那鸟鸟很痛哎、欸！哎，不会有鸟鸟，没鸟鸟，你 OK 了。我觉得这关是你的关卡。哎，为了体恤大家这么辛苦呢，要好好。哎，我们现在制作人跟艺人这讲话这么直接哦。对啊。他刚才跟小哈说，小哈你不会痛，因为你胖。他可以这算人身攻击耶？但你真的蛮瘦的。哈哈哈哈哈。哎，各位，你们不要气，大家不要气馁啊，因为为了大家很辛苦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给大家一些加油的奖励，太愤怒了是？对。奖励给你们了，来加菜金。这是好的吗？好的。这个 cosplay 我跟你没完没了。今天的。跟我干嘛？身上放很多青菜水果，很多青菜，金色的菜，身上涂金色，然后挂很多菜。抽球，后面先抽。来，新手运，你先。大波卡，大概遇到个七百块吧。来，秀敏，秀敏，啊 ，lucky seven 啊，秀敏，你今天一定会有报应，你应该都是 cosplay。秀敏，我秀敏旁边那个 lucky ball， 吃大便。丰田，丰田，心存善念就会有 lucky ball。心存善念，心存一念。
词啊，太好了，后面不要玩，不要玩了，好习惯了，真的。一号，这个会冻死。一号脸，不要玩。一号，一号。压扁，压坏，抢了，抢了，自动压掉，好，拉开，哎呦，可以有礼仪了，一个一个，来来来，有可能，这么拉锯，拉锯过，马尔蒂夫，强运哥，哇塞，哇塞，用了用了用了，哎，他去年一整年大概没抽到五次，今年狂抽，一周两次，对啊，马尔蒂夫拜四，十二号耶，没有强哦，经过什么？那对，经过战略，卫星存在，没有完，没有完，八八八，哦，那都应该是三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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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，我应该就最后一个啦，因为还有两三个，好来。九号，一个是花花四号，一个是没有了，什么意思啊？现在一样，那六张卡你选一张。七号了。你刚刚已经把好卡拿走，但我告诉你，七张卡还是有很多好卡。加菜金应该要来了，加菜金应该不错，五千一万加菜金都还没有出来。对对对，来一张，半以上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你的魁很好。我是四号，那就是。哎呦，有机会。恭喜你抽到的是，一二三，医护兵，医护兵，医护兵什么？哇！哎，他们没有人动，你跨赛，你跨赛，完蛋了！有啦，告诉你，有人动了，化妆师姐姐动了，下妆告诉你。这一关很简单了，各位，我们还把道具做得很优良，钻洞有没有？太认真了吧！非常认真。当兵那个钢杯，钢杯，等下是仰卧躺着做那个我们的天堂路，然后你脚把它踢下来，你胸前会有个盆子，只要在一分钟之内，盆子里面的水到达指定刻度就过关了。我发现只要惩罚我们的道具，就做得特别认真。哎，对啊，而且这个太尖了啦，这个关 OK 啦。小哈有机会，因为小哈有机会把我们的健康步道磨平。压平，压平。好不好？八大班长，八大班长是我们的老士官长，号有点中暑，怎么样？需要有人来照顾，需要有人看护。看啊，对，这个我可不可以后面多垫一个垫子啊？啊，没有，不要，有人垫在你背面，对不对？找个看护帮你垫在后面，好不好？好，没关系。如果你真的不舒服，我找个医护兵帮你照一下，好不好？医护兵，欢迎医护兵登场。走，赵哥，赵哥需要你，赵哥需要你。尿，心血很健康，需要家属吗？你刚才不是有点中暑？没有，心血很健康。需要消暑？我有麦啊，有麦啊。我不敢倒你啊，倒两滴。有麦，有麦。好，有医护兵在，真的蛮漂亮。大家就不要怕，我特扮女生，这不丑，这不丑，不丑不丑。来，第一棒，哈笑远就位，一分钟。哎，只要碰到黄线就算过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黄线上，这我是黄线上面的。哎。哇，赵哥，赵哥这么便宜的是，你跟我都生气啊！走心，走心，走心，赵哥，那汤姆克鲁斯哎，有赛，哎呀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卡住，再过一海报，卡住很痛啊。太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你要再往前一点，再多一点，再一点，再往前，然后再往前，哦，他要把它往那个方向踢啦，往这个方向踢，不对了，不是啦，多一点啦，倒钩了，还要再退了，倒钩了，你要倒钩，对了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哎，有需要帮忙啊，睡，哎有哎，可以，跪跪跪跪，可以哦，睡，哎，就靠你了。他肉够厚了，他会痛吗？他现在是压抑的三四斤没有花人冒出来，小哈没有力气，脏话，小哈，小哈太多了，你跪，他会不会，真的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去哪里，小哈？裤子湿了啦！然后不能太快了，这样可以。他不想过。没有，我觉得他快发飙了。他要发飙，他骂脏话喽！他快要骂脏话喽！而且他选的海报，他全都硬了，他想要破坏道具喽！撤！
蓝色的水。因为我带。第二棒，不怕健康步道的玛丽。哎、欸，你这样弄起来身材看起来超好，真的？好丑，写真的，妈，都有人买吗？几岁的人还玩这个游戏？幼稚。哎、欸，不要打出来，那个不要打出来。预备。玛丽，玛丽加油，玛丽！过，过，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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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快哦！对准，对准，太准，太准，太准，再往上再转，一股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再破气，哎，慢慢再搞，啊，加油，天才，天才，天才，又过了过了，哎，你很强的，对他看准了，他很强，啊，哦，再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你会躲过，再两个就过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哪里，就靠你了，吼出来，有什么要讲的，要过哎，加油加油。平地，放桌上，放桌上，他都没过，我们过不了。没有，就过了。过了啦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真的过了啦，真的过了啦，没，真的过了，真的没过。过了啦，过了，真的过了。挑战失败，下一棒。没有挑战失败，快恭喜我成功，恭喜我成功。哦，我跟你讲，针对你们两个啦。我哦，你有看不出来吗？第三棒豆哥，我觉得你有机会。那豆救救大家，救救大家，扛起来，豆哥，预备，我扛。玛丽都行，你也行。你动的时候很快很快，还没，再来，再来，再可以，再可以。好，慢慢来，你先测一下那个，对。每人一次机会搭乘大木的人，前奏前后的心跳落差值在指定范围内的人即可过关。上呢，却到这么刺激的地方来玩，真的是太刺激了。第三棒，豆哥。我觉得你有机会，那都救救大家，救救大家，教练们，扛起来，哥，预备，我扛，玛丽都行，你也行，你动的时候很快很快，还没，再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好，慢慢来，你先测一下那个，对，能走你不看。可以，还可以，没了，没了，有，你要轻，你要慢慢轻，不能那个。你先测一下，有，不好控制，搞不过。停，停的。你是不是在，玩水？往前了，我找不来了。他根本不要过啊！你好像在赖床哦。解不出来。哎，反正你也过不了，你就乱玩好了啦。来，下一道题就会一个盖了，一个，来，医护兵就位了，对不对？一分钟计时，一个加油，快点，一个，睡，哎，一个拖鞋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以可以可以。有有有有。加油！有有有有有。没有都没有。对对对对对，调队。对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哎呦，快调整快调整，快调整！对对对，时间方面要记得哦。蓝衣天使。紧张吧。啊，有有有有有有。对我啊，对，我认为是不对的，就有机会了。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位置很好，位置很好。有有有有哦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碎碎碎！哇，很准耶！真准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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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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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有有，这个有了，有啦！哎，过了，没有没有没过了没过没过。失败失败，下一棒请就位。张立东就位，一分钟可以的啦，扛起来了。扛一次，张立东。预备。大喊我的名字，快点！张立东，好棒！好棒啊！我是说好棒啊！没错没错。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，还没到呢。他的脸在发抖。肌耐力很厉害，他已经太硬了啦。张立东脚好丑。怎么会抖成这样？前面呢？干嘛啦？站啊！好痛！好痛！放他！放他！放他！快点放他！刚给我送你内裤啊！对啦，你不要吵啦！打情骂俏干嘛？快啊！在比赛，你在那打情骂俏。他抽筋。内裤什么的不行，为什么我听不到？哇！有。对啊，你不要慢慢，你不要慢慢要，你先过来。哎，有有哎，用拼的，用拼的，对，快过来。走走走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再来再来。拼的，对对对，拼的。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，用拼的，用拼的，不要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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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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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
哎，他没有了。那他早这样玩不就好了？要不要学？他可以这样玩呢。他要这样玩就过了。哇，百分百接！另外一个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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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点！就要这样玩嘛！快点！过来！是班长，是班长，对，什么意思？是。司班长，阿秋，阿秋说话了，我来录影，阿秋说话了，不准吹哨，不准吹哨，好，是司班长，不准吹，时间还没到，你们都被克死，我不行啊，就要这样玩，就要这样玩，客人来，玩客了，下一棒请就位，赵哥来了啦，赵哥，赵哥预备，赵哥你帽子要戴着吗？赵哥认真玩哦。赵哥，你要认真玩哦！赵哥认真玩，你这样不认真玩会长怎样？千万不要被我们找到机啊！赵哥，荣誉，预备，进门老兵，老炮儿，不行，乌龟，乌龟，不能讲脏话，太假太假，把谁要掏死了？太贵了啦！要帮忙吗？赵哥要帮忙，赵哥要帮忙吗？赵哥要帮忙，要帮忙，要帮忙，赵哥，你认真玩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走，我受不了，好痛。你赶快走啦！大哥，你再不跑，大家就要帮你忙了。帮你哦，大家要帮忙帮忙喽！我帮你喽，我要帮你喽，我帮你喽，要帮你喽！好痛！啊！你要帮，你要太慢了，帮我帮！到我了！到我了！到我了！我还买机票让你从台东飞回台北，哇，气死了！哇，他是人吗？他不是，他不是人，他是狗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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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时间暂停，这还有25秒而已。刚暂停了，是常常来这里。我们还在那边等。还有，再等一下。还几秒？还几秒？还有35秒。下一棒，请就位。这样就可以吗？这样就可以，这样也可以。霸王，他开始学会哭了，没办法，新招啊！新招，新招。新来，士官长，预备。阿俊，荣誉，荣誉。阿俊，没有，没有。他一步，他一步，他有个慢的。你看，顺哦，没有，变多了，你变多了。来，慢慢来，准哎。有哎，哎呦，撑住了，撑住了，练夹子啊，练夹子，厉害，练夹子哦，再这样，睡，什么玩意儿啊？什么玩意儿？太老词了吧？什么玩意儿？太老派了吧，阿啾？你等下会不会讲阿鸟尾这样？仓库为什么前面还围一块这个？但是那个工程师，要，对，另外一块，就这个角度，就是这个角度，那个全送就过了，过了，谢谢阿啾，哇，哎，没过，没有，他写有，没有了，有下一棒了，有下一棒过了啦，没有，下一棒，玛丽还是最接近过关的，过了啦，来下一棒请就位，看那个，这个没有，黄线，来丰田一分钟计时备，丰田加油，丰田，你会过这个，没过头，用力。演太多，哎，我后退一点，再对，慢慢，有了，哇塞，哪里，快点，而且要移过来，对，哇，可以调位，小超长的，过了，那一个，再一个，过了，已经过了，你想好紧张哦，过了，感觉想要回血，超强的，速度找回血。丰田，恭喜丰田不管说了
车。好，两个人没玩。英雄，哎，真的，只有你跟花花觉得他是英雄，真的太烂了，这话讲出来。马力差一点，差一点而已。对啊，马力差在他腿短，转的好烂。对，好准啊，会找马力下水。没关系，因为我们还有勾魂嘛，风铃还是会回来帮大家过关的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呢，刚刚介绍这边嘛，因为它有两座从以前军营留下来的碉堡，很漂亮的碉堡，那是桃园市的第一座碉堡公园啊，这边很值得来观光纪念一下啊。那当然，大家看到以前在看电影的时候，看到碉堡都有站哨的阿兵哥，对不对？站哨阿兵哥他非常严肃。那你怎么样在他面前晃来晃去，就跟我们忠烈祠前面的宪兵一样，都不能笑，也不能动，不能笑，眼睛甚至连眨都不能眨一下，对不对？对，也不能眨呢。风吹以前的宪兵是都不能眨了，几乎不能眨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向这些宪兵的阿兵哥来致敬一下，看怎么样站在那边一动也不动，好不好？这八集前的任务就是，噔噔，现在不准笑，限时内需站哨且不能笑场，率先挑战成功的人即可收工。简单的吧，不要笑，马力最擅长的。那是谁要动？谁要动那个站哨的？后面来。放去斗前面那一棒，又来。后面两位哦，然后一号执行的时候，二号、三号去弄他。碰到他吗？不能动，可以有道具，你只能使用道具去给他弄。好，我们有限时。道具就会笑了啦，鸡毛掸子什么一弄我就笑了。没有哦，不一定哦，鸡毛掸真的哦，不一定哦。我们有些一拳落你就笑了。来，请抽球。我跟你讲，我超容易笑。对啊，三号。拉不笑，动没问题。十一号，嘴巴不能笑。我觉得都玩得到，我觉得没有什么人可以憋着不笑。我觉得太美了。哎，一哥，我觉得有可能又是你。我觉得很难。九号又是一哥吧？我又是你吧？哥，你在干嘛呢？你先抽啊！那我先抽了。对啊，把它抽掉，把它抽掉啊！来了，不会吧，一哥？不可能，哎，三。哎，没有节目没有抽，连续到三次 Lucky Ball 了。哦，终于，机会来了，Lucky Ball。哎，这个情绪转换有点大。来，来啦！哎 ，Luck。六七哇，赚到那玩，哎，赚了赚，又赚钱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就专门在买拉丁狗。你在跟鲶鱼买那个将军卡，再凹下去。对啊，哎，两张钱。没有啊，他可以抽到奖金，抽到再买啊。抽到再买，抽到奖金，抽完再决定要不要买了。抽到钱再抽就不能啊，可以啊，抽到你还是要玩啊，你要赢他，你要赢他才可以。抽到钱再决定要不要大狗。抽到买就抽到一万再买那张，先抽先凹两万。你要赢他啦！哇塞，你刚入营吗？我又入了，赵哥，你又不是 Junior。先抽，先抽，好来，来五张，有一万五千嘛，我记得。对，八千有，没有八千啦。赵哥第一张啦，我抽到勾魂第一张，哎，赵哥还有加菜金。赵哥第五张，还有海龙，还有加菜啊，还有海龙，第一张啊，赵哥，第五张，大奖都在第一张，我觉得第二张，第五张，三多字，我觉得第二张，第三张，三三多三，对，来了，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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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万万观众，我来一万，够了，够了，花三千过了，一万呐，花三千，第一张什么？高峰田，二号吧，二号才一万呐。最后一张怎么办？恭喜赵哥抽到东港丰田，等他回来也拍大合照了。你被勾魂了！我被勾魂了！带赛了！等一下，但是有秀敏还在，对不对？那 OK， 有秀敏就我很愿意回去。好啊，回去！秀敏。各位，让我们欢迎丰田。你看，他就是为笑敏回来，笑容，为了笑容回来。
生气，不要假装生气，太奇怪了。来来来，假装生气一下，生气，假装生气。什么意思？你干嘛呢？你真的要怂了？你在秀明面前换了一个人，放不开，你放不开。他现在身上都不穿裤子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很爱讲脏话，对，都骂脏话。他讲脏话不穿裤子，没有。我是你教他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教你什么？你说看。要下流。对，水会往下流，人要跟水一样。看面下流，这个你记得清楚干嘛？怎么不记记这个？好可怕、喔！师傅，谢谢师傅。你在今天来之前认识丰田吗？不认识。哦，那没关系。那今天认识之后，你觉得他是怎么样的人？温暖。哇！适合当什么？军人。适合当军人，还叫你离开远一点的。好了，来，丰田地普最后一号，数人八号码一。好的，各位，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双连坡碉堡公园，这边有宪兵在这边驻守啦。啊，怎么样？我们不要打扰到他哦，但他也不会理你们，没关系哈。这个宪兵在这里呢，你们等一下进行的弄他呢，他都不会理你们。小哈撑不住啦，小哈撑不住。二号、三号准备一分钟来弄他，桌上有道具 ，All you can use，OK，、okay, 好吗？随便你用，好吗？计时一分钟，预备。哎，这个东西还不小啊，不能笑。小啊笑小啊，跟你讲，有脸跟空姐生的小孩，一出生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敲出来敲。老话哟，来，看你小孩出生是吧？他笑了吧？安全之吻，安全之吻，亲他，安全猪猪可以亲他，猪可以亲他。小啊小。道具弄得怎么很脏哎？等一下怎么用？哦，他整个舌头在你脸上舔哎！恭喜哈校园过关，厉害！哎，太烂了啦，手一个大绝招哎！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你是二号对不对？太烂了，来，我们再送一个。二号弄死他。第二棒鲶鱼，笑了鲶鱼，笑下来了，笑鲶鱼，丢人现眼了。住啦！你先不要笑，先面无表情。你先笑完，先面无表情。鲶鱼一分钟计时，预备。可以少养。鲶鱼可以烧到这种地方吗？他已经要受不了了，他。好玩呀！可以啊，就是打下题而已啊。来，下一棒请就位。可以的，啾哥可以的。啾哥，你是实力派演员哦。我是很容易笑场的人呢。不行，真的吗？你要证明你是实力派演员。我是一个演员的。你讲话讲话不要去动手指头，我讨厌呐。这看着就很想笑烦呢。来啊，雨飞来了，可以了。我又来了。我笑哦，不然我要亲。啊，亲吧。你盯着他，你盯着他看，你看着他，你侯总，你看着他。你看着他。哎，我前两天梦到，我前两天连续两天梦到他，真的。梦到什么场景？很气啊！他要笑，他要笑。哦，他笑了，他笑了。一边亲嘴一边弄。你完蛋了，第四棒，花姐，哎，真的，我觉得你可以。不用玩，笑点超低的。花姐，你没有帮他。还是你们都不弄他，他自己也会笑。安静，我们要一直看着他。预备，很沉默的看着他哦，好狠哦，你们。
再给他一次机会了。想悲伤的事情。悲伤，悲伤，悲伤。你看，你现在越想悲伤越想笑，对不对？悲伤，悲伤。潘老师，潘老师，等一下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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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先安静，安静，预备。老吉秀，老吉秀，好难，好难，各位，哎呦，我一定会笑场。预备，半年你去跟他安全之吻，不要喷他，不要喷他。哎，你好容易紧张哦，不要喷他，是他鼻孔啊。到了吧，牙齿都露出来了，这是硬推的吧？这个是为了换气吧？这个他现在不能，玛丽，你这样子弄他会更不会笑，真的假的？这样弄他更不会笑。玛丽真的很，我帮你，帮你，哎，安全之吻，安全之吻，笑一下，下去，他犯规啊！扣我屁股，而且是往里面那一种，不是门口的，是里面那一种。没有看到不算，没有看到不算，不算。你看他笑，算是相当高段的作弊。来，下一棒就位，专业的演员来了，盯住。长官在前面看，你现在是校敏，很凶哎，校敏，校敏上身，校敏上身，校敏上身，凶，预备，很凶。你现在在部队里面站哨哦，校敏，他想这样说，校敏，住，他真的很强，预备，他真的很强。这个不行，哇，好骚啊！住，他真的很强，预备，他真的很强，这个不行，哇，好骚啊！不行啊！太强了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！太人气了，大上大上，还没有听到，我还没有听到，前一个，哪来的？大根搓完，我连碰都没碰，他就笑了，那不行，这么强。赵伟哥谋福利耶 ！OK， 没有，张立东，张立东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我有没有用到哎？好，帮你用，帮你用，立东预备，你盯得住吗？可以喽。我跟你讲，专业的，专业演员，电影派，我站过哨，好不好？哎，对啊，很多，我看你踢过哨吧，站过哨。哎呦，有压到韵哦，来，预备，二压，放不要亲他呀，做病毒传染。太脏，太恶心，太恶心，好恶心，你好变态啊！他是要真的，他是要亲我，我只是跨上去而已，我想说跨上去再决定。我放弃，我放弃。哎，安全之吻，安全之吻不可以再用了啦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是必杀技啊！法力来了，陈佩妮捏就没错了。来，才能记得安全这个专业。我预备，我现在正在站哨，我在为我的郭嘉颖，我在站哨。有人来救我，救访客，不要迷水啦！哎，最近发觉怀孕了，那个快快出来！不是说不能播，没有，我只是套一下，套一下。你完蛋了，你换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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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赵哥，大哥，五十八秒的时候提醒我，我会，我会告诉你。来，等一下，五十八秒你不能人身攻击了，不会啦，只是套一下而已，攻击你的人身而已。准备，赵哥，你上次都。
就是因为忍笑来过关回家。他是忍笑王啊，他是忍笑王啊，他会忍，预备，他会忍的。抓住他的手。他没有笑，他没有笑，他是震惊，他是笑到，继续，他还在震上，在震上遇到一些危险，在震上遇到一些危险，在震上遇到危险，流细腿。恭喜赵哥过关！所有人请回游览车。我在笑，你们在笑。这关超好。恶心，这关是真人，超恶心，超恶心。赵哥超会忍的。好，收工好，拍谁？我跟谁？我跟你跟小哈。还有关文啊，我啊。不可能呐，讲可怜耶。恭喜哈少远跟赵哥过关。那就说过关了，你在车上干什么呢？不是，而且我发现要过关的人必须要忍受鲶鱼的舌吻。你看，舌吻小丑，而且那口水是毒的。哎，他是舌头仙呢，赵哥舌头。我刚才侧面看那个舌头是这样冲进去的。赵哥，你怎么过的？他把那个什么那个安全之吻给拿掉。拿掉，直接亲嘴巴来。哇，你现在是鲶鱼的女人了，你是有一点享受，对不对？没有，现在是鲶鱼的人了。对不起，我老婆。不要走心啦，你有点享受。我去亲我老婆，就想到鲶鱼亲我老婆。鲶鱼闯祸了。好，没事，但你搞不好有机会不要被勾魂啦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前往的地点是六福村。然后以前在打仗的时候呢，不只是只有枪战这么简单而已，还有很多打仗的方法，比方说爆破战，有没有？爆破，爆炸啊，爆破战，或者是那种放生化攻击、毒气的这种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一关我们的元素就跟这些战争有关系啦。什么关卡呢？等等。爆破专家，现实内戴上防毒面具，不敏让气球充气爆破，瞬间才中的人即可收工。防毒面具哦，怎么可能？哎，这是没有大蒜的，自己吹哦。防毒面具很难戴，对，然后自己充，里面一直放臭膏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啊，那个超臭。哎，各位，不行啊，这个好过分，没有人当兵当的比我们还惨的。单兵注意，你们要换个角度想。玩这个关卡总比被角度可以总比被鲶鱼舔还好吧？不然你们选一个。哦，好痛！我要被鲶鱼舔我。哎呦，又嫌你胡说。什么？你宁愿被他夸张哦？鲶鱼舔会被我臭高啊！你们真的好夸张哦！来抽球，随便。大家听到那个臭气，不能抽。来，你们先。你干嘛？你干嘛抽？你先。那你先抽我吧。丹丹，八号来。后面你呢？来，我觉得应该大家都玩臭嘴鱼。Lucky ball， 哎呦，兄弟，哎，我们这个一直维持在来有人都，都会有 Lucky ball。哎，你如果他如果抽到奖金，你要不要送他？四号，如果他真的是抽到奖金，我就把那个卡给他跟芒果姐来对赌。哎呦，可以，可以耶！哇，红袍秀明加油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要后面抽奖，这个太后面了，越后面越好。这个后面太好。阿金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后面越好。哎，那个瘦高那
秋哥，你眼神很凝重啊，秋哥。我那个臭包超臭，超臭。秋哥，你那个位置本来是小鬼哥在坐的，但是他坐他位置本来都很帅，但是他只要一玩关卡都帅不起来。我觉得你现在有机会步上他的后尘，你们又那么好。对，九号，小虫抽了。小鬼原本只去拍戏一个礼拜，他现在都跟大家讲说要去一个月，回来了。所以你这位置坐可能会越来越坐热，但是你的皮肤会越来越老化。对，其实你们可以发绿纱了。五号 ，Lucky Boy 六号 ，Lucky Boy 是六号。来五张卡，你选一张。三号，第三张。哎呦，第三张，哦，这么果决。你跟我想的一模一样，就是六号的。一万，你想过我？你应该是第三张，好吧？在我这里打开啊。来了，一。二火三狗火，大火我怕你忘记了。将军，请问一下，他如果使用将军卡跟你卜，如果赢的话，是不是可以勾两个？可以，对不对？来，用了吧，用了啦。看他这个脸就值得赢，你就一次勾两个吧。他没有赢就勾嘛。哎，赵哥被白清哎，所以赵哥你应该要希望他用的，他如果没赵哥，我跟你讲，无论如何你都是会被勾的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让他用，拖一个下拖一个下去，对啊，你们勾小花就好。不可能！现在秀明不知道规则，大哥，你再跟他讲一次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现在去跟芒果姐玩一场象棋比赛，赢的话两个都勾回来，输的话不然你也难做人呐。你是勾了，对，怕得罪人。不然你现在只勾一个很难做人嘛，那你也来一次嘛，就你又得罪他们。喜欢小哈，但是赵哥就会骂你。对啊，你不要一直看他们两个谁在生气，你不用担心。小哈，你超臭的，出来，过去跟芒果姐 PK， 去吧。来，三战两胜，剪刀石。石头布，布来赢，赢的先拿什么去？谁先？那你抽一个，抽一个。啊，数到三一起翻牌哦。一、二、三，赢了。哇，车赢了。车，巨狮马。输了。哎，你赢一比零。这种没钱的你就会赢。可是芒果姐他们也希望他们被勾啊。芒果姐。王姐，你摸一个竹啊，来换你先，兄弟，你先把它打开好了，你摸一个先打开，先摸一个先打开，开，可以，帅呀，问啊，问啊，问啊，帅就好，一比一的，一比一，没有，四，好耶，耶，一比一，走开了，洗一个给他洗一个，来，两个人都洗一个，洗一个，两个人都走后头，这个棋都不能干，哎，别玩了。他容易作弊，没有啊，没有，防守，防守，眼睛怎么做？好，来，两个人都不看，手伸出来，一人抓一只。对，芒果姐先，芒果姐先翻，这一次。芒果姐翻，你抓一只，你抓一只。芒果姐先翻，握住，对，握住。帅，耶，耶，输，好，冰，耶，小了，小了，是什么了？奖金啊！这是奖金啊！没有奖金跟人不一样啊！我发一个奖金，选一个，奖金跟人不一样啊！我知道了，你们两个玩了。为了节目好，为了节目好啊！你们俩玩一场啊！为了节目好了，玩一回来。报警了！报警了！你们走了，教官。为了节目好，因为为了节目，真的玩一场，我拜托你，玩一场。为了节目啊！送死你们！拜托你们两个，玩一场，我们生意很差。归零的啦！你们玩一场！不要这样走了啦！很久没高潮了。节目好了，来玩一玩。
输的人留下，赢的人走，这样不得罪人。今天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今天是当兵，服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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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笑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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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个字给他，那个四个字。小阿哥永远忠诚，我想。永远忠诚，永远忠诚，永远忠诚。真的，真的，不就三战两胜？又不会，你会说，人家很喜欢你，他不会把你留下。谁跟谁？你们两个，两个，阿哥就可以走了，走，输的留下来啊。那刚刚用将军卡是什么意思？我两个人留下来啊。好玩，是啊，你们真好玩。一个只是变，本来是一个，没有，你不要理他们。完了，终身，完了，你永远终身，永远终身，终身。对不对？这场子真的不干净。大哥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需要高潮。高潮，玩一个，相信自己，来了。完了，走了，就完了，不行了，是你的，欢迎你，拜托，笑啊！我们都主持还要当摆桌子，大人不说不能摆桌子，哥啦，我给你抢快点，拜托，走啊，赵哥，不能收视率，收视率不要收，不要收视率啊，收视，算了，我不知道，那被留下来的发两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对啊，笨蛋的，他说为什么？留下还给他给两千呢？你要给，你要给，你帮我们留下，留下给两千，留下来公积金给你们三千呢？好好好，同同意同意，大家同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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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千了，两千了，两千了，留下两千，留下两千，留下两千，两千两千，公积金去了。对，他都可以借钱嘞，这很多都给他们现在是笑的，他们想留下，你看这谁他想留下，太快了吧？想留下来，你看他想留下来，三，赢嘞，没有还要再几盲的盲抽盲抽盲抽，盲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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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盲哎呦！来来来，好，好，我拿给你，我拿给你们，现在给我，我拿去，不要给我，在后面，这个给我，快点，来这，来这，不是，不是啊，先去坐那，给我，给我，是给我，不是我的，那是我，那是他，我的，加油，加油，别让让球，别让让球，他拿不拿？闭了，闭了。对，不是啊，哎，啊，我们不那么久，然后玩玩一分钟，是不是？玩久一点，玩心哦，玩节目啊！快快点，八号码一，这椅子快坏掉了啦！哎呀，居然啦，没想到居然是我过关了。不过我想应该也是我了，对不对？我的手气那么顺，对不对？趴校园，坚持要走，走不了，还是我们这样子摸了这个象棋以后，连续我摸两次帅，厉害了吧？啊，我想，鲶鱼生病了，鲶鱼生病没关系啊，我建议他还是去屏东啊，那个野战医院去看一下医生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这个时间点哦，刚刚好，去坐高铁可以回家了。OK， 拜拜，耶、yeah。
拿走开一点，轻一点。你愿坐下飞机，我都不要让你。你给观众朋友们看，是不是真的很臭？不可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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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便转。勇士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会臭的，占用我们节目是真的。来，用力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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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用用力吸啦，吸。很臭，对不对？超臭，有没有人不相信的？有没有人不相信的？是不是小孩？小孩，比较厉害，比较厉害。哎，这种小孩，弟弟耶，这个很厉害的小孩，厉害。小孩，我一次，一二三，洗袜啦，一啦，二三。哎，小孩，我是一人吃三人吐哎。为什么呢？我就要让他有这关卡呢，因为呢，今年呢，我们六福村呢以这个墓碑镇为它的主题啊，因为万圣节快到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些鬼怪很奇怪的东西在，对不对？而且它这边有百人活尸大游行哦，夜晚呢还会有音乐恐怖屋哦，重点是它有全台湾第一次的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鬼屋露营。我有观众朋友，那个臭跟什么关系？你听我讲，快接到了，还有鬼屋露营哦，让大家不管白天或晚上都可以享受到浓浓的万圣节的气味啊，对不对？那想到气味。就跟臭糕浓浓的气味有关系哦，各位好，等一下计时90秒的时间内，只要90秒之内呢，你有办法把气球冲爆的话，就直接过关了。扛一波，马力扛一波，马力加油，马力扛一个，马力扛一个，不要动，不要动啊！靠，马力你好勇敢哦，真的煎好煎，有没有计时？预备，因为他只要他只要一用力，用力到底程度，他一定会想要吸气。对啊，不行。不行，马力加油，拜托！哎，气球根本没在动，真的假的？你做点效果，不然这一段尴尬。对，马力呼吸，呼点吸啊，马力憋气啊，要憋气，要憋气啊，马力，他快不行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掉了，他在吸啊，他走了，他在想办法换气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快住，他住了，哎，不会住，在口罩里面，镜头在右边，马力，这气球根本不会破。这太笑了啦！这已经不好笑了啦！不好笑，你要观众没有人笑，没有人笑，没有人笑。没有办法，安排观众来笑。来，第二棒请就位。第二棒王少伟，我跟你讲，我就憋一个90秒的气，扛一波，憋一口气，然后一直灌，一口气，下一定可以憋的，憋一口气，拜托了。他没办法了，这很羞耻哎，甩不掉啊！我这里都爆金了啦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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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王少伟不过关，会死人，会死人。我们来开放一个民众来挑战好了。可以，来挑战，来挑战。几枪几枪？来来来，几枪几枪？诸位群众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几枪几枪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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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关给你。辣妹，辣妹，辣妹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挑战一下，挑战一下。来来来来来来。我可以说，他是我们节目观众史上最倒霉的一个，真的，一直参与这个游戏的，没有过，没有过观众来参与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有过，我们真的受不了，要放弃，没有关系，是自愿的吗？自愿的嘛哈。上一次参与我们游戏的观众是一个庙公，后来赚了好几万块，后来赚两三万块去。其实我怀疑他是被推出来的，所以你姐妹陪着你上了，对，而且那姐妹还倒退一步。对啊，有些一起来这样子啊，女生我们加她10秒，让他们好啊，不行，而且多闻10秒嘞，而且。
过关啊。再选一个，两分钟好了。来，你叫你姐妹一起来，你选我们啊。来来来来来，一起来，两分钟。黑色的，一起一起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一起来来来，就是你们，你们一起一起查，一起查，一起查会比较快吗？对，说不定啊。对，有点。先给这个朋友闻看看啊。对，那你先不要闻，你闻一口就好，闻一口。来来，给他两分钟了，闻。感觉怎么样？他眼目深了，预备，好了，准备，你先深吸一口气。好，你真的不能乱吸，不要随便闻哦，不要随便闻哦。预备，100秒，镇定哦，没有，因为他还在憋气，他有憋气，还在憋气就知道。你刚刚摇头的时候，他眼泪在流下来，他不行，你知道吗？100秒过关1000哦，100秒再过关有组委了1000块，组委了1000块。哎，他不错，他不错哎，哎，哎，他很没有没有，同学你鼻子是坏掉，他还在憋，他粪池的，他过敏性鼻炎啊，他还在憋气，鼻塞他还在憋，他还在憋，你到底多缺钱？你这个，不要这样吗？我们出去给他钱，我们出去给他钱，你给他钱呐，送给他钱，我后面你来塞啊，不重要啊，你不爱考啦。天哪，哎天哪，先头们废，他都没有，他都没有呼吸啊，臭他听不到啊。哎，抽到耳朵！哈喽，同学，哎，同学，你他们已经赚到眼睛闭起来了。同学，同学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同学，你疯了，同学！天哪，你妈妈是不是芒果姐？不，还这样整他？哎，时间，帮他拿掉，帮他拿掉。94秒过关，94秒，啊，厉害！我们给100秒嘛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你闻到的感觉是什么？很大变，哎，真的很强，哎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太厉害了，所以现在知道我们节目都没有作假了吧？这么多苦，你那这样，你来不只送你1000块，我们还送你个伴手礼，这个带回去。这个带回去你要不要？啊，对，不要，不要啊！啊，谢谢两位同学，厉害耶！对，但这一关呢，也要恭喜少爷跟过关，我们前往下一关。为什么过关的人要 cosplay 呢？我自己也不清楚。闯关的时候像惩罚，要闻那个臭膏；过关的时候还要 cosplay。我发现现在来《三国志》要开心的时间越来越少，但是没有关系。如果你们想要 cosplay， 六福村有提供一个非常好玩的万圣节嘉年华，穿这样子你们就可以去参加万圣节的活动。我现在要去，而且还带着臭膏的臭味去。各位，好，在我们美丽的六福村呢，要进行今天的最后一个关卡了。今天呢，两栖蛙人部队大家也都体验了天堂路，对不对？当然，他们要体验的不只是这个，在他们训练的时候呢，会让他们训练胆量。怎么样训练胆量？他们会让他们在这个在营区里面先看完一部鬼片之后呢，独自拿着手电筒往山区里面就往前去了，训练胆量的地方。这是去合作社把妹吗？没有那么多，你以为那是都是电视演的，那是《女兵日记》里面演的，我们现实生活中没有，对不对？需要胆量啊！需要胆量，怎么训练呢？六福村是最好训练胆量的地方。各位，这一关进行的任务就是等等。胆识训练，每人一次机会搭乘大怒神，乘坐前后的心跳落差值在指定范围内的人即可过关，其余出家就接受终极惩罚。哎呀，12，等一下，误差值12，也就是说，太悲惨了，我跟你负能量了吧？我跟你讲，花姐，如果你后来死掉是零的话，那你在上去之前你只能是11，你这误差还太大，对。12以内。12，误差是12啦。比方说，一般人心跳大概平均是72下，72下，那你是60到84都可以过关，好不好？有人做完那会变慢的吗？在想什么？有些人可能很淡定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还变慢。但重点来了，每人一次机会，前面几棒如果熬过去，后面就不用玩了。来，请抽球。哎，这个我决定帮你们。好，1号，抽奖建议的都是到10号。1号。就把它抽到10号，漂亮，漂亮，谁是一号？波姐看不到我们镜头的表情。毛姐说什么？哦，毛姐叫我10号快点。哇，7号，完了完了完了，1号来了，秀敏1号没？秀敏，九哥1号，三号，完了，哇，
号。哇，臭鸡头一个呀，臭鸡头。玛丽一号。好骄傲的！哎，你要自己先抽，还是大家抽完剩的给你？每次抽啊，一起抽啊！每次都睡到后面都还会留一下来。你们大话讲太早了没？先你先。啊！哎，我觉得你有点。我觉得走哥，老板话给出去。啊，应该就是你了。我没有。一二三。你可以花钱卖人家，不要花钱，没有人会买这个，不要，你扛了。好，所以八号码一。好的，我有心脏病。这一关呢，等一下会先量你的血压、心跳。误差只在12以内的话就算过关，还十二，你在12也算你过关。至少12小跳动就超，就超过6了呀。对，就是啊。我们上去之前先把心跳弄快。哦，没有关系，因为误差12啊，他等下下来会更快哦。一样快，一样快。现在先量一下豆哥的心跳了，在上去之前是多少？是多少？我先让自己心跳很快。对。你看你现在要怎么量，好不好？啊，现在有没有缩紧的感觉？哦，正在检查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深呼吸。所以等一下每一棒试试看，可以的。然后下来的时候深呼吸。来，豆哥的心跳指数是多少？不要动桌子，不要动桌子。不要动。108。108，我会过了。心跳在最后面了。108。108，现在紧张，他心跳108下。你是不是在想一？他刚刚走过来，有紧张。来，豆哥，赶快请就位。好吧，请大家出去了。预备。啊，不要玩这个。最讨厌这个哦，好可怕！我最讨厌他真的好倒霉了，倒霉的不可思议。他可以抽到一号，只要他一号就完。不见了哎！我完全飞了。人呢？你好用啊！血刚到108，心跳了，心跳。哎，刚刚量过了，深呼吸。他现在刚刚的心跳是108，所以他的120也算过，96也算过，96到120之间都算过。108，你没有变嘞，过了，过了。正步级改为10哦，也就是上下10，比较严格了，比较严格了，好不好？上去跟下来，我们树立高墙 ，OK 啦。实习生，一哥的心跳应该会很低。一哥什么卡？我那边看。111，请就位。那他应该很多。运气不好，再高一个，不可能。111很多哎，错。太害怕了，一哥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是加码赛，所以我们
们的正步值改为十。哦，我们就上下十，比较严格了，比较严格了，啊，上去跟下来。哇，你树立高墙 ，OK 啦。是，其实一哥的起跳应该会很低。一百一十一，请就位。那他应该有点运举过，再高一个，不可能。一百一十一很多哎。哦一哥，一哥加油！太平和了吧？他抢到他。你刚先进来，我突然觉得游乐设施不好玩。你先就坏了。对啊。对啊。无声无息的掉下，这个好，好安静。卡住了。来了。哇！没事。还好啊。你要进来，好，叫成这样。深呼吸，深呼吸。旁边是抢劫的。深呼吸。旁边笑得好夸张哦。他应该过了。一哥的心跳，现在82，怎么可能？来，下一棒，各位，还有下一棒，第三棒，阿朱的心跳129，你看，太高了吧？没准，我这样子下来，好，慢起来，没事没事，反正他的 range， 他的测速是这么开的，高的要快下来。Hyper， 请就位，不可能，他这样下来反而会降下。真假的？嗯，是哦。阿朱加油！预备！哦，我好紧张哦。厉害啊！一哥，你要保持开心呐！来喽！有点中弹。哈哈哈哈哈！一哥这么慌，不会过的啊！其实，这是我第一次上的话，真的假的？然后第一次上呢，就到这么刺激的地方来玩，然后就来玩这个人。真的是太刺激了！哇！哎，不错！哎呦！哎呦！淡定，帅！可恶！开玩笑！开玩笑！你拿裤子湿了？没有，就下降。来，裤子是黄色的。129，也就是你要119到139之间。135，恭喜关关！其实都太好了，惩罚啊！好棒，我要去买一台啊！恭喜啾哥跟豆哥过关。耶！这一关呢，惩罚终极惩罚是什么呢？大家如果刚刚有仔细在观察我们的仪器的话，你发现不止一个座位上有 GoPro， 对，发现了，还有3个 GoPro 跟一台摄影机专用的，就是其实很简单，终极大惩罚就是体验我们的大怒型，就一个人没有做最酷，就跟刚刚下连续坐三次每个位置都一个人坐3个位置，没有啦。好险，没有想到带着这个对瘦高，哎，加码。道具加码，把那个带出来好了。不行啊，不去啊，过关。好，但是我们也人到，只有3个人会上去做。好，一个一个抽。来，刚才先失败的是谁？是飞莫吗？一哥，你先抽，你扛了啦。哇，我扛一个。快进快出，不能。快进快出，快进快出，飞莫。哇，真男人呢。好美，秀敏，你如果抽到，空姐会帮你，空姐会帮你扛，真的。你不用扛，哎呦，他不扛，他还真的不扛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哎，我们是说你刚才花花最错，哎，没有啦，一个，快快走，快走，不怕，不怕，水一个位置，1、2、3，有一个拿双彩色龙，生命之二的机会，生命都肯定要坐我旁边的，不可能。快！我每次说这个，你今天目前 safe， 每次没有没有，但是你今天一出外景，第一关就开始脸整个晒黑，你跟黑球就有缘了，一旁发黑。那我现在不想背负，来，快进快出背负，快进快出 lucky， 不，哎呦，哇！输也输，输也扛一个吧。我的天，没有1/4，2/3。没有，什么1/3，2/4吧，2/4，2/3，你扛到了，不能看了，好，哦，马力，马力，三个一起，来，不要你抽先走啊，不要让你进不去，你这黑，请三名成员进惩罚，终极惩罚，各就各位。谢谢你们第一个好听的声音。
请您拍背，紧靠椅背。哦，不要，紧靠椅背。双手握紧，握把。准备起背。叔叔，安心上路啦，预备。永远忠诚。上面风景有多么的好看，对不对？哎，玛丽的向阳。对啊，记得要看你自己哦。机器坏掉了，机器张立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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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得要看你自己哦。要看机器你邱永平。礼拜一晚上八点要继续收看我们的女兵日记，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是礼拜六晚上八点继续收看我们的综艺生活日。要妹是不是？哦，要妹有吗？欢迎马来西亚的女神登场！亮总，高兴的见到你！对，你相爱的，太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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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这样不是说我们机器多就可以录这么多的场景？一人一个，姐姐一人一个，年年跟真真，一人一个，我一个，一个我就。我就不是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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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